个麻烦，我对你说，那种就是鞋油，为什么？它就是我们鞋子皮鞋来拆的，有干了硬了呢。其实我的朋，我的儿子说可以用水，我对你说很难的用水，就是很简单。后来我看到一个方法，突然间给我想到了，用这个硬了的，有点鞋油给这个还有硬的没关系，这样你放在一个玻璃瓶的里面，因为玻璃瓶比较容易拿。你用的时候不要容易倒泻，咁然后呢啲系针车，系车，系一种针车的油来的，啊，然后将倒下去，啊，倒下去，啊，倒下去，浸出来，浸到它自己会软软了啦，软了咗之后咧，你就可以拿嚟用啦。为什么？你用水很难很难嘅，我试过了，所以我为呢、这个。头痛的方法上你很久了，嗯，有一天给我想到了，就是这么简单，用一种油浸出来，啊，这样关住个盖，大概你认为它看一下，认为可以用的，你就来啊用了，软了咗之后，它一定会令到它软了，可以来拆你的皮鞋的，咁咪变咗神钱咯。OK， 拜拜。